超市抢购的白痴，现在剩下我独行，入几间超市找不到厕纸，徘徊徘徊行下去，剩翻啲乜我都唔知。冇米冇醋冇盐冇包冇饼冇面，星空 M 巾纸尿片，樽装水都得翻几十支，冇罩冇套冇抌，到底你抢够未？朝早啱啱翻课一次，成班师奶都抢住撕，望住实在极羞耻，点解办事蠢都会好意思？做了全香港疯抢的日子，活着有百百万人问，到底几多可以聪明啲？会不会行下去，剩翻啲乜我都唔知。冇罩冇套冇抌，厕纸你抢够未？清空 M 巾纸尿片，樽装水都得翻几十支，冇米冇醋冇盐冇包冇饼冇面，万事拉都真太不智，囤积咗啲货等食肆，望住实在极羞耻，点解办事蠢都会好意思？住实在极羞耻，点解办事蠢都会好意思？